边的。那最近因为暑假，那全国的医疗系统还很完整，那政府重新严令重罚，希望能够很快的平缓下来。昨天呐，跟加拿大的菩萨开会，他们跟我开会啊。 慈济人呢，在加拿大也是很用心。他们啊，医疗、教育都很用心、很投入，来报告了，来分享了他们对慈济人文学校。 在经营的，对于年龄不惧，因为它是人文学校，而且呢，新移民到那里的，在底下的所在也可以呢，学语言。加拿大过去。 20多年以来，从何国庆七世移民到加拿大，我就跟他说：“你要到了当地去，脚踏人家的大地，头顶着呢人家的天。你们到那里去呢？” 爱去做回馈，要付出爱，才能呢得到人的尊重。以爱，他很听话，夫妻呢就带着师父这样的话到加拿大去。果然，他都是呢去做利益。 当地社会的好事，不管是老人院、孤儿院呐、啊，或者是街头游民呐、啊，他们都去用心付出，而且呢，租中餐供应给游民，去老人之家啦。 去帮人煮中餐，都是呢，很得到了很多的老人家的欢喜。这个分享的也都欢喜，付出啦，无所求啊。记忆中呢，想到了那一群老人家的欢喜笑容。 他们分享起来，还是呢，欢喜充满。这叫做法喜，这都是慈济人呐、啊。不管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想要如何呢去帮助，如何呢去安住人心。 In Surrey, we actually serve thousands of women and children. We have several facilities here for homeless women and children. We go through PPE very quickly, and so this donation is incredibly meaningful to us. And on behalf of PHSA and professional healthcare worker in BC, I really want to say thank you, and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support and the work that your foundation has done for the entire community. Thanks very much. Our programs were saying we need PPE. Some of them had been doing accompaniments to hospital for people that had been sexually assaulted or had been hurt by domestic violence. And they were told at the hospital that they couldn't come in because they didn't have PPE, are just immensely appreciative of your efforts and that they can continue to do their jobs to help people that have been victimized. 慈济人不分人种，不分宗教啦，种族都不分。他们呢、啊，会当甲人合伙和谐啦。因为我们要先去爱人，我们先去爱，去尊重人，去感恩人。所以呢，付出无所求，感恩、尊重、爱，他们都做到了。平常不断去付出，是无所求的。见人呢，我们都是表达尊重、尊敬的态度。那对人呢，总是付出那一份爱。当然啦，这给大家带来了那一份信任的欢喜，迄种互人真信任。啊，亲像呢，亲像晚辈对的长辈一样的，好亲哦。这都是呢，昨天听啦，回顾啦，现在继续在做的啦，都是呢，很温馨。人呐的价值就是在这里。各位菩萨，我们需要的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呼应啊，让爱心凝聚起来哦。那虔诚呢？上达诸佛听，所以说爱好友受洗，真正的要受洗。加拿大呢，昨天呐的视讯呐，他们呢就说温泉拢受洗，所以啊还要推广受洗，是啊，要发心立愿呐，这叫做立愿呐，也就是爱志气。爱有力，爱有发心的力量，安尼叫做志气啦。爱有愿有力啦，也那无呢？干那发愿啦，无迄个气吼，那就是愿干那发了定做不起来。所以已经呢，开始大家都在推素啦。是啊，现在是非素不可。要天地之间呐，那一当四大调和也需要，那何况呢？我们要培养完整的大爱，所以我们口说慈善，但是呢，身形要复生。咱嘴底咧讲祖先呐，祖都是医咯，悲都是不可啊。这才是真的善事，真正的有爱啊！既有爱心呢，为了口欲呢，去杀生啦、啊！每一天2亿1千多万的生命，在人类的口欲中呢、啊、消失掉。大纲2亿多的生命啦、啊，很可怕。一秒钟2千多条的生命，一天啦2亿1千多的生灵被杀。这2亿1千多吼，只是呢农粮食可以计算用的、饲用的猪啊、牛啊、鸡啊啊这种人呐、啊。所饲养的可以计算出来，那水在咧游啦，那天顶在咧飞啦，迄计算袂出嘞。一寡野生类的动物被去抓来吃的，迄还不算呢。想一想，每一天都在咧添迄个幽灵灵魂呐、啊。被杀的吼，动物魂呐、啊，这种的幽灵天天增加，2亿多，都在哀嚎中，都在呢恨、怨，我要报，这种幽灵啦，找机会要报啦，要报复。总而言之，每一条生命都是贪生怕死，很无奈，他们的出生就是这样的动物神啊，任凭人的宰杀，这都是因的业。 即嘛是因的业，啊，未来咱的业是生做啥款呢？那总而言之，要静下心来，好好的想一想。所以啊，师父定那甲大家人讲，咱爱勤精进，那提高咱的智慧，好好的发大心，做福业，安尼叫做福慧双修啦。